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打工会战哦。然后等我打完这个白塔之后，我们就来抽，因为已经更新完毕了。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模拟哦，已经更新完毕了。这个对，这个画师跟这个叫什么玄琴吧，好像叫这个名字。我们等下来抽哦。我们现在打工会战，看一下。哎呦，哦，我们这次打得不错嘛。好了，那我来收，就是收尸吧。这一队，哎呦，不好打，马上就看到不太好打的。放一个火毯给水蛮王打好了，然后。火毯给水门王打，然后带风毯去磨，所以风熊火毯要谁啊？我看一下，火毯不，火毯，光毯，哎、欸、呀，他血多吗？啊，他血多，可以，因为这只会换血嘛，所以。我的火毯要用谁啊？我的火毯要用谁？我现在怎么样？我现在不知道火毯要用谁。他吗？还是他？我想一下，这两只选一只，二选一哦。对面没有破防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应该都是不会被一波带走的。这只好了。啊？然后这样子，先普攻就好。哎呦，怎么对面都不那个？好吧，我们只要把水，好烦哦，只要把水蛮王打死就结束了。为什么？不是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为什么对面都不用那个？就是他们的对面的那个什么水蛮王，或者是对疯狂战，刚才一直不放三 G 都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不是很理解。哎呦哎呦，不他不用，现在一开，现在马上就给我就是暴走起来，什么？是在搞什么鬼啊？哈，二 G，等一下哦，先这样子，然后我要先撞掉他啊！没撞掉，是惨了惨了惨了！不要暴走，拜托，不要！抵抗抵抗抵抗！靠！不是啊，对面一开始什么技能都不用，然后突然。不是啊，对面一开始什么技能都不用，然后突然什么技能都会用，是在搞屁呀！啊，输了输了，不用看了，我靠！哦，被搞一波！哦，妈的！反正突然爆气，我先打其他的，先打那种其他比较好打的。生气，我之前真的很生气，这个，直接喷掉好不好？我觉得可以直接喷死哦，等下，我现在有点，妈的，被这种打死真的很不爽去死啊！干，好了，哎呦靠，没事，这样子。好，打赢了，然后是不是没有其他工位可以打了？真的没有，还有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
打赢了，等下再来排哦。不行，这队我一定要打赢他，我现在很不爽。他对面的速度没有很快哦，所以这样子一二，然后还是我这样子一直一直收，我这样子一直一直收。好了，我直接用收的哦。我现在很愤怒。啊！水蛮王直接再见，然后获得多一回合。我们先来打个疯狂战。哦，他是板级是不是？晕到哦，可以，看可不可以直接收掉。对，哦，有机会哦。哎、欸，晕到，没关系，没晕到就算了。晕，哎、欸，他换过血，所以没关系。再来，打得死吗？哎呀，不要暴走就好 ，OK。晕个，好，可以哦，赢了，还有我光速琴血够多，哦，好生气哦！我刚才那堆输，我真的很生气。刚才那堆其实明明属性什么都有对到，哎，我好像没什么可以打的，这堆是不是？好，这堆看一下哦。这一队这样子，然后先秒掉火冷，或者是，哎呦，两只都很快。罗刹的血不多，那就先打罗刹吧。好，直接收掉，好赢了，知道。哎，反击，呵呵。轻轻松松，再来这一队，这一队，我想要再用一样的队伍打，但是我怕打不赢。这队符文感觉会比较好吗？九胜，那符文比较好一点。这队，我想一下，打单杀的呢？单杀流，然后先带个光暗坦。光坦，他，哎，还是，光坦哦，暗坦可能不太需要，因为这一只德三季要直接收掉，没有破防要直接收掉，可能还是有点难度，但光坦需要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对面血都是很多的，我觉得我这只有可能会磨死。我现在想不到，有人要打他吗？没有。用狙击的，一次带走一只，加工，然后按属性会打他，我要先收掉光狼人。欸、不对啊，暗美人鱼会复活哎、欸！哦，不好打，真的不好打。不然这样子，我们用大锤直接一直锤出去。我的速度应该，暗美人鱼速度不知道多快、欸，我这个我也有点怕哦、喔。希望我没有赌错，然后再搭配这只好吗？
这只不要啦，火的火的火科科。火科科火科火科在这里这样子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哦。一只一只收，先收。其实先收这只就好，先收水。先收水美人鱼就可以结束了，剩下两只慢慢磨，应该是磨得死的哦。还好跑比较快一点点，拜拜。好，哎，差一点，没关系，退个条，啊，不用，直接带走了。好，赢了，赢了。好，搞定。刚才如果美人鱼跑得比我快，我就会输了。好，我们晚点再打，因为现在我没工会可以打了。好了，晚点再打。好，又可以继续打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打哪一队哦。遇到瓶颈，好了，收这组好了，这样子。等，参选错，这样子。好。风奥加火凤是我最爱打的，因为风奥加火凤的话，用水跌超强。好，跳回去，咻蹦，漂亮，直接炸出去，可以。好了，火凤已经死了，好，再来就是风奥，看可不可以晕个，有晕到转。没晕到没关系，晕到是赚的。嘿，哦哦哦，好，哇哇塞，克数都好晕到，那看起来我连，哇，对，这个连损都不连死那个减员都不会减员的。再来第二队，看一下哦。这队来打，看一下，确定一下，没问题。这队来打，用风奥打。喷死谁就算赢了。喷死风神兽，或者是光派就算赢了。哇，这是各喷一下的意思吗？哦，好亏。各喷一下是最亏的。OK。可以打出无敌吗？可以耶！哇，赢了！哦，挑衅。那等一下，用掉这回合。好，赢了。一定赢，一定赢，因为水神兽没有补血，慢慢打就赢了。Win。好，下一队。这两队看一下哦，这个比较难一点，所以我打比较难的，这样子，然后一样，先收水衣，这队没有打手，基本上是赢了，所以我们先收水衣就好。就算水衣被复活好了，他也会因为没有那个，哎呦，没事没事。可不可以晕到啊？没有。OK，
想一下哦，他好了，然后收掉，嘿，这样子，先把风暴的血消到很低很低。等一下，他如果啊，赞，哦，赢了赢了赢了！我刚才本想说，先把风暴的血消到很低，然后他如果等下复活的话，我可以先收掉风暴。然后再收掉水衣，但看起来不用，因为他连复活都用不到。好，结束。咻咻咻咻。好，剩下两队，这队先，这队用砍的吧，我看一下，先砍掉水方好了，因为水方会补血，嘿。然后冷却掉水方。因为火候有被动哦，火候在有被动的状况下，不要哦，晕可以晕个吗？没那么好收哦，火方打会跳满血。我如果比较好了，稳点，我稳稳打。知道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跳吗？因为我跳的话，我担心，虽然结果来讲是没事，但我担心封喉破防，然后加水瓦暴走几个，我就直接被送走。所以我选择稳一点，我们稳稳打。没有，这样子稳稳的比较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让他。我刚才我的三技跳好了没有？我忘记我三技跳好了没有？算了，还没有，亏。但这次我去，至少这次确定跳好了嘛？这样子，然后，这样好了，先跳死，这样子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怕哦。好，再冷却。啊，刚刚为什么我会跳？因为我知道我用完之后，我会有两个那个回血状态。继续，确保我的回血状态可以一直有，这样我的水熊猫，我们已经撑了很多回合了，有没有发现其实对面的那个风猴伤害其实是不高的，在这种状况下，我可以安心的慢慢打。好，跳咯，然后，可以连跳对不对？不要，妥妥来。水熊猫还是不能死哦，因为水熊猫如果死了的话，就没人可以解决风瓦了，水瓦。这道下去结束。
剩最后一队了，剩这队，这一队的话，我们用火属性的。哎呀，火属性的，火属性的，我们有谁可以玩呢？还是我们这样子？我们这样子，一只一只收，可以吗？试试看吧，我觉得有机会哦。但是我刚才没有想过，我有没有火坦达可以用啊？如果刚有火坦达的话，那我不该那个的。等一下，一季二季。不，一季三季一季，然后冷掉这个光派，再冷一次，好啦，赢了。没事没事，是谁有？是谁有那个啊？破坏啊？有破坏的比较烦哦，拜拜。好了，赢了。直接冷却掉。话说，那个冷却掉之后，再放那个火爹或者是水爹的三技。就他的技能是冷却加一回合嘛，所以单纯冷却的话是冷却加到最大那个技能用完的状态，那再加一回合他会更多，他冷却时间会更多吗？这个我不确定的。好，不管了，我们赢了啊，赢了。除了第一场那个滑铁卢以外，哎，我们对九胜，不过因为防守成功的关系，看起来像十胜。对，好啦，那。据点战就打到这边，告一个段落喽。等一下，我们来抽新魔灵。对，我们有这样子，大概我准备个100抽，我大概准备个100抽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加这些属性卷什么的，巴拉巴拉加起来，我们抽个100抽。好了，那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